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印顺导师的著作《中观经论》，那么进入第五章啊，第五章《中观之根本论题》啊，《中观》的根本论题是什么呢？包括了缘起、自性跟空啊，在我们第一段的第四行有没有？好，所以第一节讲的是缘起，第二节讲的是自性。第三节讲的就是空，到第四节呢，讲的是缘起自性空合到一起来了。哎，这也是佛法常常的用的一个方法，是不是先分别，先别释，然后再把它合起来，个别的啊详细的解释，然后再把它综合起来哈。好，所以呢，首先我们第一节啊是缘起啊，讲的是缘起的这个部分。好，那缘起来说的话呢，中论啊，中观里头是不是就是根据中论呐？啊，龙树菩萨啊的中论里面就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有没有？啊，那这里的因缘也就是所谓的缘起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叫做因缘法，也可以叫做缘起法。那么能不能叫做缘生法呢？缘生法比较不够周全啊，因为缘起它包括了缘生跟缘灭。如果只有讲缘生的话，是不是只有在前半段而已啊？啊，比较忽略了所谓的缘灭的这个部分。哦，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因缘所生法呢，我说即是空。为什么我说即是空啊？缘起即性空嘛，对不对？啊，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啊，色相来说的话呢，那么它是什么？是缘起的，但是也是什么？性空。因为性空，所以能够缘起，也因为缘起，所以我们说它的特性是什么？性空的。好，那在中论里面也讲，因缘所生法，即是。即灭性有没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即灭性就是空性，也就是性空。所以有时候会用几个类似的，但是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它其实是雷同的哈，一样的。即灭性其实就在讲空性，透过空才能即灭。透过空，也就是透过平等性，是不是才能够？极静涅槃啊，涅槃为什么极静？因为平等才极静。我们内心为什么不极静？因为不平等，着相不平等就无法极静。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想想圣人的境界，我们很难懂，就把它倒过来想想，我们凡夫的境界就容易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不是很不容易懂？哎，刚开始读《金刚经》的时候，我就是把它倒过来，哦，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相，这是我们凡夫的相嘛，啊，何谓圣者的相呢？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什么无相？不是这些相都消失，而是这些相都平等了，对不对？超凡入圣。啊，光是超凡入圣的那当下，其实已经呈现出这些现象的什么平等相，所以叫做无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不是透过性空而来？哦，其实还是透过性空。那即灭性是不是也在讲性空？一样是的。好，那十二门论啊，也是龙树菩萨重要的著作啊。他们也说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无自性是不是也是在讲性空？一样的哈。所以呢，所谓的缘起，所以是无自性的，无自性所以怎样叫做空？也因为空，所以是什么即灭的？所以这里空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空空如也的空，它是一种否定式的符号，是在否定什么不平等。其实就是在展现平等性，啊，展现平等性，啊，能够即灭呢，是因为，啊，等于是即灭掉了我们的不平等，
对吧？空展现出什么平等心啊？透过涅槃而寂静嘛啊！所以缘起自性空，实为中观的根本论题、根本观法、根本法则。缘起自性空，所以其实无非就是要从缘起自性空啊来理解啊，它合起来是根本论题、根本的观法，也是根本的法则啊。所以呢，就分别的来详细的啊来体会啊，何谓缘起，何谓自性，何谓空，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叫做缘起自性空，啊。好，那以佛法来说的话，其实是要解决我们有情生死相续，对不对？希望我们能够怎样？能够还灭啊，流转门到还灭门而解脱嘛。啊，在十二因缘法里头，对不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流转，流转门，生死相续。但是也因为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是不是还灭门啊？就有机会从十二因缘法里头跳脱出来的。哦，所以呢，在经里头说到缘起，总是这么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为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点点点点点，是不是十二种因缘？啊，也就是说，它很像我们的念珠啊，一颗一颗一颗，然后有一个绳子把它串起来了，啊，那就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流转，啊，所以呢，乃至纯大苦聚集啊，啊，聚了，为什么苦聚集呢？因为无常，世间充满了无常法，佛法不断的讲，啊，是苦啊，很多人就不服气，哎，也有乐啊，怎么一直说苦？其实不是苦受乐受的苦，而是什么？无常故苦。乐是不是也是无常的？快乐也是无常的呢？是无常才说它苦，不是苦受乐受的苦。苦受乐受的苦是不是还是比较表层的？啊，是因为无常。那无常是不是还是透过因缘法？透过因缘法的都比较深，因为它缘生缘灭。缘生之后呢，必然一定要啊面对缘灭，所以当缘生啊它流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其实是纯大苦聚集，因为它聚集之后是不是也会离散呢？好，好，那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哈，为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啊。那这个灭呢，其实是透过这个还灭门的，啊，如果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么他就有机会怎样离散，啊，能够离散了，那所以呢，这纯大苦聚的呢，也就能够怎样即灭。但是我们说，其实，比方我们的念珠，啊，要让它散掉的话，是不是只要切一刀啊？其实只要切对了地方，一刀下去它是不是就散掉了？其实就有机会散，只是这刀要切得对，切在过去切不到，切在未来也切不到，要切在现在，嗯，其实是要切在现在的，哦，嗯，所以无明缘行，从无明到行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是未来，这是现在，这是过去，哦，这是感受未来的苦果，未来不断的生老死，所以呢，这是祸，
业苦，这里有惑业苦，这叫三世啊，无始的过去式来到现在，现在是还有无尽的未来。好，最简单的生命的循环是什么？惑业苦。所以这个苦，它是无常的缘故哦。好，因为前面造作了。啊，因为我们有所疑惑，啊，这个对事理不明、不清楚、愚痴，而造下了什么恶业嘛？啊，无明而行，行而到这辈子由事来开始投胎转世，然后呢，染父精母血，啊，开始成长，然后到六入，啊，眼耳鼻舌身掌权了，然后就出胎，畜。所有的处包括根、境、事、和合相处，然后就会有受，这个都是过去啊，这个惑业的一个结果呢。啊，那但是呢，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又开始惑啊？哎，惑业苦，啊，惑业苦。于是呢，我们说，这刀哈，要切在哪里哈？其实。切在这个地方，更厉害是要切在这里。好，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众缘和合而，就是这个是，它是一个一个一串来的，不是单独的问题。因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不是都彼此之间的问题啊？啊，因为我们讲的因缘它是彼此之间的问题，它不会是跟别人没关系的，它都是一种互动的现象，其实是很复杂的。哦，其实它是很复杂的哈，是互动的问题，而不是本身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啊哈。那这个尤其我们说我们的漏啊，有漏无漏，会漏在什么受上头哎。所谓的无想定到灭受想定有没有？还要灭受哦，灭受想定是无漏定，不只是灭想，还要灭到受。但是我们平常比较粗浅的，会先从爱取这个地方去下手，那实际上是要断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从过我们没有办法去断过去，因为时间不可能倒流。那我们这辈子所形成的这个正报来讲的话，这个是我们的正报啊，啊，我们的那个色身、肉体，啊的一个正报。那么要去改也非常困难。但是呢，这个地方哈，我们的受，如果一直是我受，会更苦的。所以呢，有一位法师就说，我们要把这个受当作是一种受，不要当作是我的受。Just a feeling, not my feeling, 有没有？只是一种 feeling 而已，不要当作是我的 feeling。受。所以其实我们的漏不漏哈，关键在这里。我们平常比较粗浅的会先从这里下，但是关键还不是在这，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更细，因为从粗是不是才有机会到细啊？其实是要下在这个地方啊。是下在这个地方，后面就能够跟着断了，哦，好，所以呢，这里就会哈，因为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根本佛教时期其实已经在讲什么？佛陀就是在讲因缘法嘛，啊，那在因缘法里头，是不是就是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哈，这个此无故彼无嘛？从流转门到什么还灭门？如果能够，啊，这个在受上
不起心动念的话，后面就可以切断。但是那个要非常细哦，因为要到受是不容易的，是要非常细的哈、哦、的状况，哈、哦。所以呢，这个既然有彼此之间互动的问题，那它就不会是单独的。既然是彼此互动的问题呢，就不会是不动的，对不对？既然是彼此之间互动的问题，就不会是什么主宰性的。这是不是也合乎性空的原则啊？它还是合乎性空在讲因缘法的什么法则哦？好、哦，好，所以呢，《阿含经》说缘起。那么也多从有情的流转环灭来说，那实际上呢，气世间也是缘起的。气世间它是不是也是缘生缘灭无常法、啊？好，那在《阿含经》里面讲缘起，尤其是讲到十二因缘法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什么从什么流转而达于什么环灭，啊，而达于环灭。因为佛陀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佛陀也是说为什么一大事因缘，生死大事因缘，希望能够、啊、这个开示悟入佛之智慧，有没有、啊、在妙法莲华经就在讲要开、啊、开佛之、啊、能够开我们众生对佛智慧上面的、啊、开示悟入佛之智慧啊。好，所以呢，以《阿含经》哈，因为《阿含》它比较属于原始佛教时期。以原始佛教来讲的话，是不是以解脱为主啊？以声闻为主之解脱统归嘛？啊，所以会比较在多重有情的流转环灭来说，啊，从有情众生，所以呢，它会从六世六根来讲，它比较不从啊，这个所谓的到有七八两世。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一直要到什么唯识学、啊、一直要到唯识学那么才完成的、啊、那这个以阿含经来讲的话比较从有情的流转环灭来说，但是如果我们从缘起的法则来看待的话，其实也不只是众生是缘起的，所有气世间是不是还是缘起的、啊、都是缘生因缘生因缘灭嘛。啊，在《阿毗达摩》里头也讲有四种的缘起，也是通于有情跟什么气世间啊。《十二门论》里头也讲有内缘起跟外缘起啊，《大智度论》也讲说，不但有内外的有为法是缘起，因待有为而施设无为也是缘起。啊，这在讲什么？等于说在世间法是缘起，其实我们说这个圣义地上是不是还是缘起的？啊，那么也等于说，所谓圣义地上面的这个达于涅槃，是因为怎样缘灭后而不再缘生。那缘生是不是必会缘灭？但是缘灭后能够有机会不再缘生。哦、啊，所以这个能够不再缘生的话，就能够跟什么，就能够呈现出所谓的无为的现象，也就是真理的现象。哦、啊，所以。那么导师就讲，这样凡是存在的因果事理，一切都是缘起的存在，离却了缘起呢，一切是无从安立。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现象啊，因果事理啊，都是透过什么缘起的法则呈现出缘生缘灭的现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缘起它是不是包括了缘生，也包括了什么缘灭啊、哦，好，所以呢，缘起呢，它会是佛法的最主要的术语啊、哦，而且从经义的这个通贯啊、哦，生灭即什么不生灭，这什么意思？通贯生灭是不是世俗的现象？啊、哦，由世俗的现象而能够通至于什么圣义地上的不生灭，那是不是透过法性啊？啊、哦，是透过法性。哦、那当然依着学派间呢有种种的异说，也就在部派来讲的话呢，它也是各从不同的角度，有的从说一切有来谈、哦、那有的呢会从大众部，有的从分别说部，都有不同的什么说法、哦、那
导师把它总括成三点来说明。啊，第一个呢是相关的因带性，第二呢是序列的必然性，第三呢是自性的什么空寂性。啊，也就是之所以会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是因为有三个法，啊，有三个特质，一个就是什么呢？相关的因带性，相关的因带性，哈，啊。那何谓因带性呢？在这里哈，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缘起的起，它是生起的意思。缘呢是果法生起所因带的。因，这点点点是不是叫做因啊？因要带缘，因等待缘。为什么有这个缘呢？执着才会有缘呢。我们有所执着才会汇集在一起，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缘生出来听经闻法的现象啊？对法是不是也是有所执着才汇集？啊，虽然我们都有善的因，我们都要有善因，所以这种的汇集会是比较正面的，因为去汇集了什么善法。啊，我们想要听经闻法，是不是都起善念啊？起善念，然后还要等待因缘来聚合。比方我们也很有善根，也很有善念，但是没有听经闻法的缘，是不是就聚合不起来啊？就聚合不起来哦。所以呢，因等待缘来升起，果相当然不止一种，他要众因缘来怎样和合，但是众因缘也会怎样离散，所以这个叫做因带，因带性，相关的因带性啊，因带缘生啊，因要等待缘生，所以缘呢能起果相，缘能起果相。好，所以因是很重要的主因哦，但是也要有缘啊，那么果才会怎样升起的，哦，啊，所以所谓的起有没有，它是升起的，缘是果法升起所因带的，有没有，啊，所以的这个应该说，所以在这个的最后一行哈，六十页最后一行有没有，缘能起果啊，缘能起果，是不是有缘才能够有结果啊？有因还要有缘才生起了什么结果啊？那因呢还要能够带什么，带缘而起或者带缘而生啊？当然带缘而起应该可以讲因带缘而生，那么缘会怎样，缘能怎样起果。这句怎么念？因带缘生叫然后缘能起果，什么缘是不是要众缘和合，才升起了什么果相，由因而缘而怎样才有果。那所以呢，有因不一定马上就能够结果，欸，是不是也要有缘啊？要有缘哦。所以纵然我们已经下了因，还没有结果之前，
语言都还可以改变，都还有可塑性哦。啊，所以呢，我们说要广结善缘，广结善缘有没有？常常讲，我们除了要有善的因，是不是还要广结善缘啊？哎，那广结善缘能够改变果报。好，就像我们说，下了种子，但是它还没有开花结果的过程当中，赶快插枝，它结的果是不是就不大一样啊？叫捧歌酸呀，有没有？可能是苹果的种再加上酸呀，就结出捧歌酸呀。我不晓得农业上都不知道是哪个插哪个了啊。总说呢，它那个缘是不是改变了？它结出来的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广结善缘是不是很重要啊？缘是很重要的，因到果当中还有个缘在，所以叫做因是要等待缘来生出什么果来，这个叫做相关的因带性，相关的因带性。以前也是一直想不通什么叫做因带性啊，这样能理解吗？哦，好，那所以呢，从缘所生的果法来讲，它是缘生的。哦，那么如果是从缘，是从果所因带的因缘来讲的话呢，那么叫做缘起的，因为已经呈现了结果，那么是缘生的状态。哦，但是呢，如果说从果所因带的因缘来说的话呢，那么它是缘起法，是缘起的，就不只是缘生，还包括了什么缘灭。那么萨婆多部，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啊，也是以什么缘起为因，也有它的见地啊。那因为他们会比较在会说一切有嘛，所以是不是都比较重在相有上啊？所以他专做事相的辨析啊，来考察无明的一些自相、共相、因相、果相啊，啊，但是呢，他比较忽略了所谓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带性，哦，所以因带性也就是它是相关的，啊，是互动出来的，所以呢，就也不免有所偏失，啊，所以导师说，课时的来说，此有故彼有的二句是缘起的主要的定义。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啦，啊，等等，它是缘起的一个必然的什么序列。所以因缘法有它必然的序列，它不会突然间跳过去的，它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很像我们的那个念珠手环一样，它是一颗接一颗，一颗接一颗，有它的一个必然的什么顺列性啊。啊，那所以呢，唯有在缘能起果当中把握缘起相关的因带性，才能够深入缘起啊，以及误入缘起性的什么空寂啊，因为从缘才能够起果嘛，对不对啊？因呢，它是必须要带缘的，缘呢才生出果，因为要因缘和合，有没有？不止因呢，还要缘和，因缘和合，所以我们平常简称都说是缘生缘灭。所以有没有果，那个缘是不是很重要啊？只有因而没有缘，其实结不了果。哎，啊，就像说，哎，下了种子，结果也不去浇水，也不去施肥，就让它坏死，它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开花结果啊？哦，但是如果所有的缘呢，就是比方去浇花浇水施肥灌溉，那个是促成从因到果的一个过程嘛，那就是缘，对不对？哦，让因缘能够合出来，那么才能够结果。哦，所以它还有一个因带性啊，就是说并不是直接从因直接到果，当中的缘是很重要的，啊，当中的缘那么是非常重要，啊，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缘起的、啊、缘起是约因缘的生果作用，但是更重要的、啊、更重的就是一切为一切存在的什么因带性、啊、表示说如果还没有结果之前是我们都还很有改善的空间啊，只要为结果之前我们都还有因带性，就是还可以带缘，因带缘生嘛，对不对？缘能起果，那这个缘本身是不是有它的因带性啊？然后有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们说，哎，我们还未结出来的这个业障，啊，业障还未现前，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多广结善缘啊？就有机会改善品种。但是果报已经开花结果呢，我们只好接受，对不对？哦，已经都开花结果了，果报都已经现前，那那个缘就来不及。好、哦，那我们只好怎样？就是接受。所以我们说，哎，学佛的话，一个是要净化我们的心，一个是强化我们的心。对于我们的未来，我们是不是要净化？啊，对我们的现在所现前的，我们要强化，接受业障是坚强的呢，是有智慧的，所以常会觉得说接受不圆满乃是智慧啊。透过因缘法，其实是帮助我们来接受什么逆境啊，接受顺境不用学，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哦，福报现前，大家都欢天喜地，都很高兴。哦，业障现前，是不是都很痛苦、很难过啊？所有的智慧，反而是让我们去接受业障，接受逆境，才有机会改善，是不是才有机会改善呢、啊？要先接受，才能够改善，才能够转化。逆境也可以变逆增上缘啊，行不行啊？可以的哦，不是一定不好哦。福报现前，我们说也不一定一定好啊，是不是也容易障道啊？忘了修行，因为福报太大了，哦，会忽略了修行的重要性。哦，在天人里头，是不是福报太大了，寿命很长，尤其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他的寿命更长。哦，他都几乎忘了怎样要修行。哦，所以有时候福报现前不一定是好的，业障现前不一定是坏的。这也是什么不二的观念，有没有？是不是不二的？因为性空的缘故嘛，也因为性空，所以能够转化，是不是都可变可化？都可变可化。哦，所以呢，这个都是词哈，词与彼呢，也就是因与果。当中还有缘的问题、哦、都还有缘的问题、哦、所以缘起的含义是非常的广、哦、不但是从缘而生起，也还从缘而怎样灭、哦、那可以分成两点来说，一个是由惑来造业，由业来感果，有没有？是不是惑业苦？这个果一旦结了果之后呢，必然呈现无常的苦，所以叫做惑业苦嘛，对不对？哦，在我们的第六十一页的第七行，有没有？缘生缘灭啊、哦，还可以分为两点：由惑而造业，由业而感什么？感苦果。只要有果报。是不是都有相？一旦有相，都是缘生，也必然一定要面对什么缘灭。哦，所以所谓的苦是无常故苦，有没有？啊、哦，是因为无常故苦。哦，所以这个由惑业苦叫做相顺相生。啊、哦，那如何推究才能够灭苦呢？就必须要去断除苦果的因缘，也就是所谓的惑。哦，那如何的能够断除苦果的因缘？或就是要修什么戒定慧的对治，对治道。
好，所以呢，在这个等于是在苦跟祸当中呢，它是可以有机会去怎样去切断的。如何的去切断哈，来对治这个祸，就必须透过戒定慧三学。所以我们说戒定慧三学是不是很重要的解脱道啊？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解脱是要透过三学八正道，有没有？哦，以声闻法来说的话，三学八正道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以菩萨道呢，六度万恨，五度如盲，般若为道嘛。哦，好，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对治的方式。所以呢，这种对治是为了要断惑的因缘，所以它就会相违而相灭。哦，就像我们前面不是讲到相依，哦，相依而相生嘛，对不对？相邻而相夺，对不对？啊，那这里也就是讲到所谓的相违而相灭，是不是就圆灭了？叫做还灭门，还灭门。啊，那在《杂奥含经》啊也常讲到有因有缘世间集，但是也要有因有缘世间灭。世间之所以集，是由祸来感苦，相顺相生。啊，世间之所以灭的这个灭是怎么样？极尽涅槃，是由于由道而来怎样断惑。所以我们说苦集灭道，有没有？是不是透过道？啊，透过修道才能够证灭嘛？啊，这是出世法，是因为我们体会在世间法里面的苦果是由于集了众多的什么因而来的，哦，集了众因缘而来，所以呢，要透过道，啊，透过道呢，来这个跳跃啊，跳脱世间的束缚，所以这个道也就是所谓的三学八正道，啊，那么就能够让世间啊，世间生死的轮回呢，那么还灭流转门而转为什么还灭门，哦，所以他这种相生相灭都是依于什么缘起法，是不是都依于缘起法？缘起法能够缘生也能够缘灭，所以在十二因缘能够流转，是不是也有机会还灭啊？啊，哦，只是说我们要在哪里还灭的问题，对不对？要切在哪个地方？哦，对我们的爱取上头。是不是要透过道业来对治啊？对不对？我们的爱取是我们现在的祸，所以我们就会再去造业嘛。爱取有，是不是祸业？然后感生未来的什么苦果？哦，所以呢，要去对治这个的话，就要怎样？要能够修戒定慧，啊，修戒定慧。好，那这是一点啊，等于说从缘而生。从缘而灭，那么也从十二因缘法的流转门而能够进入还灭门，啊，好，那第二个呢？一切法所以能有生，啊，那有法的可以无，啊，生的也可以灭，不仅是由于外在的为顺的因缘，更由内在的可有可无，可生可灭。所谓的内在都在讲什么？因缘。所谓外在，啊，外在比较在现象上，内在的是不是都是在因缘法，啊，身观因缘，啊，所以在因缘呢，其实所谓的因缘呢，它没有绝对性的，它是非常平等的。透过因缘，是不是有中有无，无中有有啊？生中有灭，灭中有生，所以它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啊。那透过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可能性，那么即由于什么缘起，所以缘起它是不是还是要透过因缘法，对不对？哦，缘生缘灭嘛。哦，所以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哦，即生即灭，即有即无，而不是相对性的。相对性是不是外在的现象才有相对性？可有可无，可生可灭，是不是就叫内在的矛盾性啊？
内在矛盾性是在讲什么？因缘法的平等性。哦，因缘法的平等性哦，哦，那么所谓的存在，所谓存在就是有与生起的本身，含着生者必灭，有必归无的必然性，有没有？虽然是有，但是我们也知道它会倾向于无。虽然是生，是不是也倾向于灭啊？哦，因为生中有灭，哦，有中有无，有没有？所以有必归于无，生是不是也必归于灭啊？这是不是也是缘起法？哦，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必然性啊，哦。所以呢，处依六入而有而生，啊，哦，那处呢，也就是处之后啊，哦，这个因为有六入，是不是才有处啊？有处才有受嘛，哦，那如果处哈，哦，所以所谓的处它是不离六入的，处之前是不是一定有六入？哦，但是所以呢，说没有处的什么独存性，是不是也在否定那个独存性啊？一个一个的因缘它是怎样相关性，而且有它的顺列性，哦，它不能是单独存在的，无法单独存在的，哦，一旦作为因缘的六入，那么起了变化或坏失，那么处也会跟着坏，哦，就说一旦无法六入，那么表示它就会怎样，会流产，就无法出生。处是不是已经出胎了才能处啊？哦，因为根净世要和合，哦，世也要掌权了，这个根生理的部分要掌权，心理的部分也要掌权，那出胎之后是不是在跟外境的那个物理现象才能结合啊？哦，那如果六入本身发生问题，表示流产呢，欸？哦，婴儿保不住，是不是就没办法六入啊？嗯，好，哦，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嘛，哈，这个所谓的六入是不是也是因缘法？它起了变化或失坏了，那么处是不是也就跟着消失掉？它会一连串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嘛，它是不是也是彼此之间的问题呀，啊？哦，好，那所以凡是依缘而起，哦，那么此生与存在也是必归于什么灭无，哦，所以呢佛陀所说的缘起不但说此有故彼有的生起，也还说了此无故彼无的什么还灭，所以这个叫做内在特性，有没有深刻的指出缘起的内在，不仅是特性，导师还说叫做内在的什么矛盾性，有没有？所以内在矛盾性是不是就在讲因缘法，哦，A 中有 B B 中有 A 的这个内在特性，哦，外在呢叫做相对性，对不对？ A 与 B 相对的，在世间法里头是不是会感受到 A 与 B 的相对啊？但是我们若深观到因缘法里头去呢，它是A 中有 B,B 中有 A, 是不是因缘法的问题啊？哦，它是因缘法的，所以这个叫做内在的特性。哦，好，所以呢在62页的这第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就讲到，所以缘起法呢有此二大定律。哦，何谓二大定律呢？就是相依相生的流转律。但是相反的它也有所谓的有哦，相依相灭的什么还灭律，它可以相依相生，但是也会相依怎样相灭，哦，相依相生的流转律它是不是原生的，啊哦，相依相灭呢的还灭律其实是倾向于缘灭，哦，依于缘起成立生死，也依之而成立什么涅槃，佛法是何等的善巧啊，哦，的这种善巧其实是透过因缘法，是不是透过因缘法啊？它是这个有其他外相上面的相对性，但是却也有它什么内在的那个矛盾性，内在的特性了，
内在的特性是不是指因缘法啊、哦？好，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什么相关的因带性，相关的因带性啊、哦。第二个呢是顺序的啊、哦，顺列的什么必然性，它是一个排着一个的。所以我们说十二因缘法是不是也有它的一个必然的顺序啊？它不会这个跳过那个，那个跳过这个，然后这个没有它的顺序，它一定是如此的。就像我们讲到生住意灭，生老病死，是不是这个也都是必然的一个哦顺列的什么必然性？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因缘法，它很像什么抛物线，东西一抛出去，它到最高点时候是不是又下来了？所有的都如此，没有不下来的，往上去之后是不是就下来？我们人生的过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哦？家运是不是也这样子？国运是不是也这样子？乃至于教运是不是也这样子啊？印度啊、哦，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不是也这样子？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初期大乘之后，后期大乘、秘密大乘下去了，没有不这么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顺境，是不是也必然有逆境啊？也必然的。哦，机会缘生是不是也会缘灭啊？它也是必然的哦。哦，所以这个叫做序列的这个必然性。哦，所以佛法所说的缘起，不但说明此故彼的因果关系，而且啊、哦，在因果的当中还去抉择出因果生灭序列的什么必然性啊、哦，就像比方我们说十二因缘啊、哦，十二有之。那么也不是依止于别别的因果事实，而是从一切众生无限复杂的因果事项当中发现，哦，有他这些一个一个的因缘的什么必然的一个程序。哦，所以我们设因缘法是不是都依照着这样子的顺序来排列啊？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什么未来？那当然，以佛法是不是最重视的是现在啊？在过去都比较简单的说啊、哦，就是惑业嘛，然后感受这辈子的苦，惑业就是无明跟醒嘛。未来的是不是就是生老死啊？啊、哦，过去跟未来，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来龙去脉，但是必须要落实在现在，对不对？所以在现在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讲得详细呀、啊？啊、哦。讲的详细，哦，所以呢，但是不管比较简略的方式或者详细的方式，它都有它的什么序列的必然性，哦，所以这里做了一个比喻，说啊，比方看到日月运行的轨道，也看出社会发展的必然的阶段，哦，像日月它是不是也有运行的？必然的一个规则性啊，好、哦，社会发展是不是有必然的一个阶段性？其实也是如同抛物线这样，啊、哦，有它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如同我们有情众生的什么生老病死一样，是不是都有它的一个顺列？啊，那么大众学者哈、啊，也就是大众部啊，在部派佛教里面的大众部。那么也因此说缘起啊，是所谓无为的因果规律了哈、啊。因为它这里的不变指的是无为，所谓的无为用不变，并不是它固定不变。我们常讲说所谓的涅槃哈、啊，不是死寂在那里的，其实它还是有生命力的，只是它没有在那种原生原灭里面的那种躁动性。啊，因为它灭而不再生呢，它是非常的平等，平等的当中其实它还是有生命力的，不是死寂在那里哦。所以我们常讲说，如同静止的流水一般，水在流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静，但是那个水是在流动的。啊，所以呢，这个无为它不是不变的，
啊，无为它是不是真理的现象啊？它的那种平等，平等到怎样无法言说，啊，是离言的，啊，那有时候用不变的哈，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有固定不变性，因为在因缘法里头是不是也在否定那个不变性啊？但是它会有它的什么因果规律，必然有它的一个顺劣性，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